你竞争长旗人一位，也输给了我。你还查到了一些其他的证据，想证明我不是裘胭脂，而是别的什么甲乙丙丁。请问这些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？那就要看紫衣局的新执剑人怎么说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把调查所得都给程若愚了。 你进宫了？不，没有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竟然会在丛林中偶遇程若愚，这可能就是天意吧。天意告诉我，把这些东西交给他，比交给公公更有用。现如今，陛下一心想摆脱公公的控制，紫衣局如今又掌握了你这么大的秘密，你说，他们会怎么做呢？裘胭脂啊，裘胭脂。 一个仙人住所，如风，在这等我啊！我先去探探他们的武功，打不过再亮出此剑。就是这里没错了，他们在做什么？ 拜见方主。 令牌者，为营。是。是。
走。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紫衣局的执剑人。青光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叫程若愚，是程曦的侄女，从今日起负责接管玉珍房。失败者，罚。住手！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日常训练而已，失败者接受惩罚。那今天起，这条规矩作废。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不算，那青光剑说了算不算？青光剑说了自然算，但你是否有资格用这把剑呢？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资格用这把剑。程若愚呢？他不在宫里。看来左马没有撒谎，他真的在林中遇到了程若愚，并把东西给了他。继续找。你真是程上宫的侄女？剑是你偷来的？都说紫衣局的精华尽在玉珍房，留下的全是废物。房主，看来果然如此。你可知道，为何你虽拿着青光剑，却依旧使唤不动我们？为什么？玉珍房的第一准则，强者为尊。刚才的训练你也看到了，每日一次，每月按照所得御令数量排名，谁得到的最多，第二个月就是方主。如果你想来接管我们，就来抢御令吧。在前面追。